过程的时候，会拿一其中一个课程来教我们呢、啊，无论是技术也好，或者对美发的态度，或者教我们一些怎样去处理，以后我们对美发这行业的一些路要怎么走。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别的老师给不到，因为毕竟他们经验是不够的。所以当一个比较有power的人这样来跟你讲这个东西，哎，你就觉得他讲的东西其实蛮有道理，你就听得进去了。觉得可以接受很多的挑战，然后可以跟很多顾客做得很漂亮的发。如果在学院学东西是快很多的，因为在学院学东西，它就是从你最基础学到你。完成的时候，每一样东西都是我们觉得，哎，我们没有浪费多余的时间。但肯定中间可能你会觉得在学习上面跟朋友打打闹闹浪费一些时间，可是那个你会更加有乐趣去享受整个学习的过程。就是比赛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团结去做我们每一样的发型，整个感觉是很难忘的。到老了，就你这个热忱，你就不要冷掉啊。或者我们对美发的那种态度，怎么样，不会因为出来社会现实而改变。在 Eric 的教导方面，我们可以认识到很多不一样的发型，不会一直不变的。希望他们对于这个行业坚持到底吧。三个字，你行的。